好，我们来讲一首歌，是朴树的《No Fear in My Heart》，它是这样：你在躲避什这首歌有一个妙处，就是它从头到尾只有三个和弦，所以你不能从头到尾只弹三个和弦。哎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不能弹很正的三个和弦，你要加一点歪歪的东西，比如说加一点色彩的音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弹的是低调，这首歌从头到尾就是一四五。如果低调的话，就是D G A 啊；如果 C 调就是 C F G； 如果E调就是 E A B 啊。那就是因为它和弦太少，所以你要加点色彩。比如说，如果 C 调的话，你在躲避什么？你看我的食指动一动，造成了 C 和 C major 7，或者是让这个 C 多一点色彩。比如说，你在躲避什么？哦哦哦哦，看我的 F 也不好按，我的 F 食指一弦翘起来，代表这是一个 F major 7。其实你不要管这些，你就自己做做实验，你就会发现什么色彩是好的，什么色彩是不好的。比如说，你看啊，你在躲避什么？哎呦，不好！你在躲避什么？不好！你在躲避什么？哎，还可以。哦哦哦哦，可以。自己去找这个感觉，右手的节奏也是，不要去看原版的谱啊。原版的谱，你照着弹没有意义啊。你学右手节奏是这样，你就把你的手轻抚着琴弦，然后跟着原版或者跟着某一个人版本弹试试看。然后我讲过一句老话嘛，就是如果你很厉害，你会在几个小时或一天以内跟原版弹的一模一样；如果你更厉害呢，你会在几个小时在一天以内弹得跟原版不一样，但是更好，是你自己的版本啊、哦、我希望你都是后者啊、哦、好，然后再来说这首歌哦，对，这首歌的和弦其实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我发过这个谱，你找不到就喊我一声啊、哦、我现在讲就是说你在演奏这首歌的时候，你要有点段落的区隔，你不能从头到尾都一样，这样太呆了。所以你可以第一段的时候是我弹低调了，你在躲避什么，哦哦哦哦，看 我这个叫做也不算是分解啊，这就是扫的比较疏一点。你想去约谁呢？你曾经下跪这些魔的世界，真将你善待，哎，善待 ，sorry。然后下一段你就可以扫的比较澎湃一点，比如说，给你练无危险，哦哦哦哦，哦，这样就会有所区隔了。你小心翼翼的，以为你拥有着，貌似人生圆满，嘣嘣嘣。这又是到另外一段，这段你因为它是有英伦摇滚的感觉，就要强调那个 bass。能不能彻底放开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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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能不敢这么义无反顾？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换 C 调。以为你拥有着，貌似人生圆满。咚咚咚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放个手。你看我刚才噔噔噔噔噔噔，你干嘛？我用嘴巴模拟打鼓。那如果我嘴巴不模拟打鼓，因为我嘴巴要唱能不能嘛，我不能模拟打鼓。但你就用手来模拟。好，你小心翼翼的，以为你拥有着，貌似人生圆满。能不能彻底放开的手？有点太花了啊、哦！就这种技巧，像打鼓过门一样。貌似人生圆满，也不能常常用，因为你一个技巧太常用会被认为很俗气或者是很做作，所以你要差不多就用一下。比如说你讲个笑话，你不能一直讲啊。比如说小明走在路上，有天发现脚很酸，低头一看啊，踩到一个柠檬啊，你不能过五分钟讲，哎，你知道小明走在路上腿很酸为什么吗？每个人说因为踩到一个柠檬，因为你已经讲过了嘛，不能再讲了，就是
一个笑话不是一个技巧，你不能一直用会很呆的、哦、好，所以到了能不能这句的时候，你就要有点英伦摇滚的感觉，就是一直强调那个 bass。 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，咚咚咚咚，敢不敢这么义无反顾坠落，如今眼已熄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诞生。 Just let time go on、哦、这段倒是蛮好的，它是 C 段，就是英文的这段，它的和弦又是另外一个进行。这段的话倒是要再做一点区隔，比如说弹的温柔一点，因为前面咚咚咚 咚太猛了，接下来就要温柔一点。还有一个地方也妙，就是那才是我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朴树在唱的时候，他已经跑出了一些不是一般的音了，就是说他的旋律已经有一点点布鲁斯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几个地方的和弦，我个人认为，我不确定原版，就是他已经有点暑气的和弦在里面，比如说。我弹低调好了，他才能够诞生，那才是我。我弹了 G7， 那才是我。弹了 D7， 那个发光的。那个会飞的哟巴黎，那个顶天立的，看多了这个暑期的音，它就有布鲁斯的感觉，其实也是一种英伦摇滚的感觉。那才是我，我以微笑所有的苦难，就是这个音，暑期的音，所有的苦难都被会湮灭。这时候又回到了没有暑气，所以又变得很正常了。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，又恢复正常啊。所以这首歌它有好几个段落，你要把它唱的时候要有所区隔，当然这也是比较花俏的说法了。如果你技术还没有达到的话，那我建议你不要花俏，花俏没有花成会很丢脸。所以如果技术没到，你就中规中矩的来就好了，或者你把它换成另外一种风格，那个什么什么理想三旬，那个唱民谣的不是很低沉吗？你可以试试看用这种风格啊。你在躲避什么？太低了，或者换个调，比如说用G调。吉他大声一点。你在躲避什么？在挽留什么？变成另外一种风格。你想取悦谁呢？你曾经下跪，这冷漠的世界将你善待。好，进入副歌。彻底放开的手，当然就失去了一些味道了，但是它也不失为一个办法，就是当你还没有办法掌握那么多技巧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简单化处理，然后把心思放在唱的上面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这样， OK， 拜拜。